你们两个最好老实一点。你们是什么人啊？放开我吗？哎，无人成问，挺好的。给你脸了是吧？万贯钱就你们管，听见没有？啊！我打死你！住手！ 认识我吗？顾一笑 ，A 大法学系录取，好学生啊。那好学生告诉你爸欠了我500万跑了，这笔账怎么算？吴仁成的两个女儿倒是挺漂亮的。你不要打我妹妹主意。 有什么事你冲我来！明天去把学退了，负债子偿，以后跟着我做事。动我！ 负债子偿的道理，但是我喜欢教训不听话的人。以后有个坑，我不准。 别喊宝贝儿，好处少不了你。太流氓！滚！别碰我！你还敢砸我？喂，顾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次的合作恐怕你得让步了，否则这些照片就公之于众。行，顾一笑，算你狠。真帅。 哎，你不是不怕吗？以后还有更多，你要习惯。来，徐总，顾总，这小美女新面孔啊，哎，这样，让小美女喝完这杯酒，咱们的生意就谈成了。徐总，爽快，干！来，我不会喝酒，那我让你妹妹替你喝。 好，回去给我好好练练你的酒量，把我的客人陪好了，没用的废物。顾一笑，你就这点能耐，你还想怎么折磨我？来呀，你以为我怕你吗？别急啊。 生气了，顾一笑，我不会放过你。你拿我妹妹资料做什么？放心，你爸欠的钱，你这个当姐姐的还就够了。我不会。录取通知书，请问怎么可能会被 A 娜录取？啊，我找了点关系，让她顶替你的入学资格。毕竟，好的东西，姐姐就应该让你。 这就是我了，我不会放过你。秦婉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顾一笑，你个人渣！姐姐，你误会了，哥哥没有对我做什么，我就是中暑了，在这休息一下。你给我回家！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哥哥是好人。 他还带我去买裙子，他还送我。裙子项链不能自己买吗？能不能有点骨气？哎，我就是想对他好，你要再敢动他，我就。
我告诉你，这是我妹妹，我是不会让你用糖衣炮弹害她的。千婉，想跟姐姐回去，还是想留在这儿？爸爸，我照顾不了妈妈妹妹，我坚持不了。连顾逸潇那样的人都依然活得好好的。 你为什么要放弃？你认识顾逸潇？我是楚慕之，是顾逸潇的商业对手。楚先生，你想做什么？短短几年，顾逸潇用洗钱放高利贷完成财富积累，只是他狡猾狠辣，尚未被抓住把柄。你愿意跟我合作，一起把他送进监狱吗？我需要做什么？首先爱上他。我叫吴南希。 一个平凡普通的女孩，但跟我遇到了名叫顾逸潇的恶魔后，笑得不够。我的人生彻底发生了改变。那这样呢？可以去讨好那些老东西。跟了我这么久，不用我教你了吧？我这么做有什么奖励吗？送给我的吗？拿去送给你妹妹。你上次送她的舞鞋，她都丢进垃圾桶了，你还送？ 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还有，你不适合白色。那我适合什么？你适合更性感。只要你喜欢，我穿什么都可以。喂，逸潇哥哥，多亏了你，我转到一大舞蹈系了。我明天有校园表演，你一定要来看。乖，我一定去。顾逸潇，我会亲手将你送进监狱。妈，我还是觉得舞蹈系好。 妈，我给你买了花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哎呦，快走！邻居看见了又敢说闲话了。说什么闲话？说你南希为了个男人脸都不要了，考上 A 大不去读，整天在夜总会里厮混。妈，别人说也就算了，我为什么这么做你不清楚吗？要不是我跟着顾逸潇，他能放过你和妹妹吗？南希，你受苦了，但是妈年纪大了。 你妹妹她还小，我们就想过平淡日子，你以后啊，还是不要回来了。喂，我准备给顾逸潇一个惊喜。你有两分钟时间，小心倒一下。 你疯了！不狠一点，他怎么会真的相信？我真的为他寻死觅活。换个地方，哥，衣服遮不住。今天我生日，宁愿去看前晚跳舞，也不愿意陪我。这是我18岁以来第一个愿望，我南希必定将顾逸潇绳之以法。许的什么愿望？我想做你的秘书。 这样我就可以时时刻刻看着你了。你的人生除了男人，就没有别的追求了吗？没有，我的存在就是为了做你的影子。追求当然有了，就是毁掉你，徐总。 这件事情交给我们顾氏3天之内，保证干得漂漂亮亮的。这些就当做保证金，预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啊，那这样，钱乃身外之物，我呀已经看淡了。那徐总，您的意思是？徐总不是那么随意的人吧？我已经打听过了，这几年呢。 顾逸潇让你玩了瘾，可从没对你动过真格的，除非你也是顾总。我去个卫生间。来来来来，徐总，钱不是问题啊。徐总，来来来，徐总，南子，你。 认识这小妞？哦，不认识。新来的，我怕不懂规矩，长得没雅兴。徐总，你等我一会儿。吴南希，
你别以为你这样做我就能原谅你，因为你爸的原因，导致我爸现在还在瘫痪。你想起来了吗？你认错人了，你跟你爸一样，就只会逃跑。这么多年你都去哪儿了？你这么久以来的梦想你都放弃了，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？ 欠钱的是你爸爸，又不是你。你跑什么跑呀？你一个姑娘家，在这种地方得受多少委屈啊！你还记得他吗？你送我的手链，我到现在我一直都在戴着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他还去大山。 放开我！蓝曦姐，顾总吩咐的，您别为难我。你放了千羽好不好？我从来没求过你，就这一次。我跟你说过，不要和以前的朋友联系，只能怪你不听话。哥哥，黑少不要打电话了。我会听话的，我真的会听话的，求求你放了他，好吗？喂。 知道的坏了他的事有什么后果？我知道，我不会坏了他的事。你要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！不够我的手掌心。徐总，您不是看上我了吗？让他滚，我替他。 你说什么胡？这种恶心的人渣！闭嘴！不告诉我，我从来没把你当过朋友。我以前跟你玩也只是可怜你，还有那什么破手链，那就是我玩剩下不要了给你的吧。滚！喂，顾总，南希姐替代的那个女的，什么？把她拉出来啊！门被锁了，废物，砸开啊！ 砸不开啊！来吧，别碰我！弄什么情啊？小心母猪什么都不是！你他会来救你吗？来吧！ 来吧，别碰我！什么情啊？小心母猪什么都不是，你以为他会来救你吗？来吧！走开！顾总，顾总，别！顾总，别冲动，别冲动！顾总，我们还有合作呀！ 滚出去！我最讨厌不听话的人，你是不是活腻了啊？宁霄哥哥，你不是还要送我回家吗？你别这样，我害怕。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我不喜欢。放开他！放开我！你这儿是吗？ 真恶心！顾总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你记住，吴南希，我可以糟践他，但是只有我能动他。昨晚的事情。 我不希望再有，明白？明白了。下来。顾总，监视南希小姐的兄弟投诉，他最近总是和楚牧之在一起。楚牧之，楚家大少爷，初生牛犊不怕虎。好啊，我陪他玩。
天使小姐今天依然不开心呢，还没找到自己的翅膀。我的翅膀都被一只恶魔折断了，那我帮你找回来。怎么找？你要帮我买翅膀？别小看它，这上面涂了放射剂，我让人用这种钱跟顾逸潇做交易，很快就能查到顾氏洗钱资金的下落。那我怎么帮你？ 我需要顾氏客户的名单，但是他每次谈生意会回避我，可能很难掌握客户名单。没事，我帮你。怎么帮？让他吃醋，他在看我。你要是想玩可以。 但是你不要招惹我，南希，回来了。顾总，这个点儿你怎么会在南希家这儿？把手放开。哦，对了，我正在追南希，你不会介意吧？我最后再说一遍，把手放开。 喂，爸，怎么了？ 抄小子，你是不是招惹顾以乔了？那块地皮被顾氏截胡了，全泡汤了！喂，你们干什么？谁让你们闯进来的？喂，爸，干什么？我劝你先去救你爸。晚了，我可不管。你最近不乖啊。 看来刘千羽在夜总会的事没给你长记性。顾以潇，你放开我！顾以潇，你放开我！顾以潇，你清醒点，我不是吴千文。春娘子，你别忘了，我是你的债主。我知道。 我妈欠了你500万，但是，我这么多年跟你干了这么多坏事，什么时候能还完？还不完！你欠的是一条命啊！你记不记得很多年前我们就讲过，在我人生中最痛苦的？爸，求求你们先让我爸去医院吧，他欠你们的钱我会还的。想救你爸，可以。 把这包东西送到交易地点，交给买家。时间和地点都写在这张纸上。机灵着点，这包东西金贵的很，小心别被逮到。明白了吗？哼！别怪我。 这都是老大交代的，你和你的儿子都得死。小哥哥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饿吗？给你吃个苹果。嗯。嗯。钱婉，吴钱婉，你大晚上乱跑什么呀？ 不要随便和陌生人说话，很危险的，知不知道？老实点了，快点快来了，爸，又是出院。放开我！我爸送到医院的时候，已经太晚了，要不是因为你。 和你爸，他不会死。原来是你，我爸干过什么事情我不知道，可是我通知保安室是因为……是因为你怀疑我，你觉得我可疑，怕我伤害你的家人，你就报警抓我。我被扣押了一夜，我爸已经过了抢救期。不是。
事情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。那小子躲在工地里，老大吩咐了，把人做掉，手脚干净点。去那边找找。姐姐，他们好像要杀了刚才那个小哥哥，怎么办啊？喂，是保安室吗？你以为我会信你啊？你放心。 好好享受吧。吴仁成，这是你女儿啊？是啊，之前帮您和令尊，那都是老大逼我干的。我知道，要不是你，我怎么报仇啊？识时务者为俊杰嘛。那老头他都老了，他哪能都跟您斗啊？ 我欣赏你，这样吧，我这儿有个项目，跟我专业比拼。可是我没有本钱呐。成大事者要舍得，你家底总没掏空吧？我家里有我兄弟存的救命钱，还有南希自己存的学费。可是这钱，别可是可是的了，我告诉你，10倍的收入，考虑一下。我妥了。 一笑哥哥，我是不是很乖？乖，站好。别胡闹。你从来都不碰我，难道我长得没有姐姐好看？我哪儿不如她了？一笑哥哥，你别生气，千万不提她了。那就罚你陪我去公司拿资料。走了。 客户信息盘下来没有？我想他可能是藏到保险柜里了。别找了，我已想和你妹妹进公司，快躲起来！小婉。 小婉，试试看能起来吗？顾一潇，南希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喝酒了？我不是故意害死你爸的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这酒度数这么高，你喝了多少？我前晚，我的好妹妹。 来姐姐抱抱，顾一潇说：“当年是你救了他，是我害了他，所以他送你上天堂，拉我下地狱。真相是这样吗？”妹妹，一潇哥哥，麻烦你去开车，我们送姐姐回家。好。我知道，当初是你救了一潇哥哥，可是姐姐，妈妈从小就说。 好东西要让给妹妹，不是吗？所以呢？所以不要告诉她真相，我要嫁给他。如果没有他的话，我会活不下去的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我活不活得下去啊？嗯，对不起，我从小就自私，就算是我不要的苹果，扔了也不会给你的。我只不过是想要活得更好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过得如何，不要让我失望。 是我，我很担心你，一直在等你。楚木之，我没有拿到合同，没关系，你安全就好。但是我拿到这个，这上面有顾一潇的指纹。好，我可以让人提取，但是我们还需要顾一潇的手机。我再想想办法。嗯。喂，妈，怎么了？你爸出事儿了。 妈。
妈，无人城是什么人啊？无赖，一点责任心都没有，这种人就跟蟑螂一样，蟑螂怎么可能会死呢？你就少说两句。什么没了？你别胡说了，我爸长什么样我还不知道吗？那你告诉我，这盒子里的是？你爸。 不可能！无人城怎么可能会死呢？他不是跑了吗？他不是去逍遥去了吗？他不可能死，他不可能在这儿。放开他！不用，我能照顾好他。你找死！秦婉，秦婉，秦婉！ 林萧哥哥，我以为爸爸只是骗走了你的钱，没想到他……林兰溪，你现在哭得这么伤心，我好怕，我真的好怕。别担心，睡一觉就好了。你要去找姐姐吗？我失去了爸爸，还要失去你吗？别想多了，乖，睡吧。那你娶我好不好？ 给我一点安全感。你要去找姐姐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陪着她呢，你就不能放过她吗？除非我死，不然我不会放过她。你以为她真的喜欢你吗？却毁了她的一切。 他只不过是哄骗你而已。那就让他骗我一辈子，骗就骗，就剩这了。那我呢？在你最绝望的时候，是我给你希望，你现在就把我抛弃了吗？千万，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，你干净的眼神打动了我，我决定保护你，让你一直单纯下去。然后来呢？后来，他眼神里暗流涌动，他不需要我，可他却成了我的软肋。然后呢？ 对我没有一丝丝爱吗？我会再给你找一个更合适的人。我只要你。如果我得不到你，他也别想。你说什么？你是个聪明人，你知道懂他的后果。我说错话了，哥哥。 南希，我听说了你爸的事儿，我很抱歉。你知道吗？我宁愿他是携款逃走了。我懂，我都懂。他为什么死得这么不明不白？我怀疑跟顾逸潇有关。这是我在我爸房间里找到的，应该是我爸瘫痪之前你爸给他。你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线索。你要好好的，我先走了。 有录音文件，赶快打开。顾先生，给我一条生路吧。好了，要钱不要命啊！啊，这点钱对你来说不算什么，可是我兄弟还指望这钱救命，还有我女儿南希的学费。 不顾逸潇的钱，你有命拿吗？是你告诉我有一个好投资，劝我投钱的。顾总，求求你放我一条生路吧。好，我放你一条生路。谁放我爸一条生路？谁放我一条生路？我知道，害死你父亲，罪有应得。可南希是无辜的，她很努力才考上大学的。他找人抓我。 他没可能，那我也没有想到他会在那儿碰上你。南希是个孩子，可能当时害怕了。自己做的事情就要负责，你们一家人都欠我的，该还了吧？顾总，这点钱要是给了你，那我还有什么颜面
面对我的兄弟和孩子，顾总，我给你下跪好不好？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不要啊！兰心，兰心，对不起，兰心，你听到这道话时，我已经在很远的地方了。我的乖女儿，我一直以你为傲，这一次，我想你以我为傲。 我爸不是卷款逃走，也不是意外身亡。你先好好休息，不要太难过。别冲动，我们从长计议。我等不了了，我要杀了他，我要跟他同归于尽。再等等，那你去。 你在看这个点啊？顾一香，我有事找你。说吧。我不希望有外人在。这么神秘啊！我想跟你说。还想杀我？你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。 是不是我对你太好了？你不要威胁我，我今天来就没想着能活着出去。你就这么恨我？这么想让我死？恨，怎么不恨？我恨不得抽你的筋，扒你的皮！你个人渣，可怜鬼，没有人会喜欢你。说啊，你不挺能说的吗？继续说啊。放开他，是我让他做的，跟他没有关系。 白马王子来救你了，兰溪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希望你能彻底摆脱顾一笑，重新回到阳光下，堂堂正正的生活。吴兰溪，我爱你。哦，好感人呐！那我给你个机会，跪下，我放了他。<笑>你太不了解我了。 跟我作对的人都得死。顾一笑，我错了，原谅我，你下次再也不敢了。顾一笑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要耍什么花招。 上次的故事还没说完，我爸太窝囊了，手腕不够硬，所以我就发誓，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，我要当捕食者。我对你已经很有耐心了，从来没有一个人能让我这么有耐心。从我拉你下水的第一天开始，你就只有两条路可以选，要么上我的船，要么就给我死。 你怎么选？顾一笑，我还是低估了你的坏。你放了楚牧之，你再选。好啊，只要你听话，我保证他没有事。但是从今天开始，你就给我待在这儿，哪儿都不许去。还没消气呢。 玩刀我比你专业啊，有帮你吗？吴南希，要不然你杀了我，要不然天南海北，天上地下，你哪儿都跑不了。在你身边，我觉得恶心，还不如去死。你有种。 吴浅婉，你在这干什么？顾一笑，她是我妹妹，你能不能有点下限？你这个当姐姐的不陪我，还好你有一个可爱的妹妹。浅婉，你就这么作践自己？姐姐，
喜欢一个人有什么错？你不珍惜，我珍惜啊。你知道他是什么人，干过什么事，你知道吗？无论如何，我都喜欢他。你们俩真是天生一对。我今天不干点什么，都对不起你。走。嗯。没事吧？你发烧了？你还穿这么少？南希，其实你对我还是有点感觉的。当然有，是我自己。我纵容一寸又一寸，将我的心贯穿，又一分又一分，拔出来一半，让我能保持勇敢。今天这个聚会啊。齐小姐，怎么不认识我了？你装什么清纯玉女呀、啊？上次男生你的时候，你投怀送抱的吗？啊？放开我！天使小姐，我能请你跳支舞吗？切，装什么纯净？你怎么来了？不怕顾逸潇找你报仇吗？当然是为了你而来。至于顾逸潇，我要是怕他的话，就不会来了。现在，天使小姐，我们去换一身适合你的衣服。姐姐穿的真好看。又不像我，不会打扮自己，是吗？你眼线、美瞳一个都没少。马上开始吧。是开张舞，一笑哥哥邀请我去。顾总，你是不是硬抢惯了？真是，他本来就是我的人。再说跟我抢，你还没有资格。这要看南希的意愿。那教我做事啊。哥哥哥哥，我陪你跳吗？不就是一支舞吗？我陪你跳就是了。今天的开场会很特别。什么？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熄灯十秒钟，请亲吻你的舞伴。害怕了？我拿到了顾逸潇的手机。很好，他的指纹我已经提取了，我马上派人接锁他的手机。所以这里面的东西能送他进监狱？嗯，一定会。好。你偷了逸潇哥哥的手机，我都看见了，你在干什么？那你去告诉他呀。我的好妹妹，你要是没有一点人性的话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顾逸潇给了咱爸。你骗我，不可能。你自己拿去听。拿好。你疯了？你不怕有报应吗？我现在应有尽有，哪来的报应啊？顾南希呢？当初以为他间接害死了你爸。可实际上，不是有人要杀你，他承认救了你。如果不是他，你早就已经死了。可是，你却亲手把你的救命恩人送下地狱。你怎么不早说？是你自以为是。
南希，干什么？你那年在工厂，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？所以你明白了吧？我从来都不欠你，我只是救了条毒蛇而已。我不知道啊，南希。你现在知道了吧？ 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，今晚12点之前，你带着我想要的东西来找我，我就原谅你。你觉得我想要这个？用我的余生来弥补我的错误，我会让你幸福的。你还是进监狱弥补你的过错吧。 原来你还是想让我死啊！接啊！喂，南希，那个手机里面是空的，我们被他骗了，快跑！我把我的心都交给你，你就这么糟蹋？我说过，你逃不开我的手掌心。 你怎么就是学不乖呢？顾一霄，你放开我！放开，这辈子都不会放开你。你要干什么？别哭了，你早就应该知道会有今天。顾一霄，到底想怎样？ 我想娶你。你爱我吗？爱。如果说我恨一个人，但是我又被他吸引，因为他身上有光，所以我厌恶自己的黑暗。如果这是……不行，我爱你。你爱我，为什么要见到？我可以改。 只要你跟我在一起，我一定愿意。如果你真的能洗心革面，我就陪你。你干嘛呢？来给你送饭。 这么迫不及待了？干嘛？先吃饭。我想吃你。别闹，这是办公室。对啊，那我们要小声一点。顾总，有个方案需要跟您汇报一下，可以进来吗？别理他。别，工作要紧，你先去忙吧。那我去了。 顾一霄，你个王八蛋！喂，楚木之，你看看我发给你的录音，对顾一霄定罪有没有帮助？这么私密的录音你怎么拿到的？我每天给他送饭，饭盒里面装了监听器，所以录到了他和声音伙伴的通话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我……嗯？你干什么？吴南希。 顾总被你迷得神魂颠倒，我不能看着你把他给毁掉，给我，给我！他你也敢动？你找死啊你！顾总，咱们好不容易打下了江山，为了这个女人，你什么都不要了？我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他手里有监听器，滚！ 他说的是真的吗？说话。对，
是我放的，看来我给你的惩罚还不够啊！顾一霄，我告诉你，除非我死，否则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我这么爱你，怎么舍得让你死呢？放开我！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我带你去医院。我没事。 我怀孕了，你说什么？怀孕了？你怀孕了？啊！你放开我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南希，我真的太开心了。你买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干什么？芭比娃娃还有变形金刚。 这不是我也不知道咱们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吗？先都买着。南希，我没怎么受过家庭的温暖，但是我一定努力当一个好丈夫，做一个好爸爸。看来啊，婚期要提前了，我得告诉全世界。 你是我的妻子。哼，这些年你对顾一霄忠心耿耿，可你得到了什么？什么都没得到，我在他眼里什么都不是。没错，顾一霄树敌众多，他要是倒了，你也会完蛋。你不想为自己谋条生路吗？不如。 跟我合作吧。怎么合作？你敢背叛我？南希，南希，你别害怕，我就是来看看你。你在这干什么？ 我总担心，我们两个之间像一场美梦。我害怕梦醒，我看见你的时候心里踏实。来，让我听听孩子。宝宝，宝宝，你告诉妈妈，我真的很爱她。婚礼我不想办得太热闹。南希，你说什么？ 你愿意跟我结婚了？行，南姐，我都听你的，我听你的。谷子，您真准备和吴南希结婚呐？哎呀，这种女人玩玩算了啊！哎，找女人呐，还得找家世清白的女人。我警告你，你给我放尊重点，她是我顾一霄的女人，谁用她，我废了谁。 上次在酒吧的事情我还没找你算账，我答应他了要改变，你真走。南希，我听你的，结婚就我们两个人，就在我们家里。 你愿意嫁给新郎吗？我愿意。慢着，慢着，顾一霄，不妨先想想你做了多少坏事。楚牧之，你怎么进来的？这是你的保镖和对手们提供的资料，你已经玩完了。 顾一霄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做事太绝也断了自己的后路。南希，你不用嫁给他，你自由。我许诺，我看今天谁能带走他。南希，没有关系，我用你的名字注册了一个基金，里面的钱够我们去国外生活。顾一霄，你别再执迷不悟了。不，南希。
我们还有幸福的未来啊！我跟你，还有我们的孩子。你这种人不配有孩子。什么意思？骗你！我根本没怀孕。你不是，你骗我！你再说一次。没有怀孕。都是谎言吧？你就从来没有一天天爱过我？没有。闭嘴！你就不能再骗我一次吗？这梦太美了，我就知道不可能是真的。杀了我！我只想死在你的手里。南希，不要冲动！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？你以为我不想吗？可是我知道，顾总，对不起，为了生活，为了家庭，我不得不着急。桌子上那封信，帮我交给欧南希。南希，看到这封信时，我已经永远离开你了。我的美梦彻彻底底醒了，可是真好，你能从好梦里醒过来了。你能从噩梦里醒？别喊宝贝儿，好处少不了你的。我是什么时候爱上你的呢？也许是在你家，看着你穿着校服冒雨跑进来的第一眼。如果命运能对我仁慈一点。认识我吗？顾一笑。可是她太美丽，我太丑了，我怕她发现她是我唯一的软肋，所以我折磨她，想让她跟我一样跌在尘埃。你要干嘛？明知不，我知道我不配忏悔，不配祈求你原谅。可是如果你相信野兽也会流泪，恶魔也有真心，请你听我说一句，最后一句。我爱你。天使小姐又去图书馆啊？卓少爷应该很忙吧？干嘛天天跟着我？防止有人红杏出墙啊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现在心里只有司法考试。今年你考上了 A 大法律系，介不介意双喜临门？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，要不抽空结个婚，我可以为你空出日程哦。吴南希，在家了。